万里长城，被称作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伟大防御工程。古往今来，万里长城如一只巨龙一般盘卧在中国北方的大陆上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使用 3D 技术以纸雕的形式再造长城，并透过精雕和天网技术重现万里长城的雄威与庄严。我们尝试完整呈现长城的样貌，包含关隘、烽火台以及城墙上的砖瓦，将每个细节做到极致，只为流露出万里长城千年的历史情怀。纸材则选择了不容易损坏的美术纸制作而成，并在底座绘制了山水图，更能展现送礼之情。